叫小侯，黄明浩。我叫荣耀。哪有咖啡啊？让带你去。啊，可以可以。我活过来了，动力满满。手抓饼，你吃吗？你会做啊？这不难吧？这个难倒不难，但是着火着不了。哎，是不是这个呀？哎，这儿呢。哎，牛牛牛牛牛，这儿吧。哦，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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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有的。Nice ni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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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， 你来弄好吧，你来弄。牛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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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，试着啊，整完啊。啊，太爽了。手抓饼吗？明白了。是的。你随便弄好吧，弄成啥样我都吃。哦，行，这个纸容易化，你赶紧拿出来。没事，我也爱吃纸。啊，别别别别别。来，我帮你记录一下好吧。怎么卖？一张饼5块，加一个鸡蛋30。OK。价格产50 ，OK。如果加生菜的话80。好好好，80的一个饼啊，看80，扫一下啊。来，过去了，看。哦，好好好。你是蛋饼分离还是蛋跟饼在一起？这么专业，蛋饼分离。先来一个煎鸡蛋。行行行，好。先来一个。100了。这手抓饼黑死了。哥们儿，你这饼我下肚得做多少有氧才能补回来呀、啊？哦，5:10，好可怕，好可怕呀、啊，好吓人！这个坐标地点找到关卡，走吧，坐这坐这，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在海边。有点吓人了。摩天轮，哇，天，跟着烟花走应该是。哦，这就是信号是吧？我们就要到那儿。开始开始开始了。哎呀，不会第一个项目就让我们厮杀追逐吧？应该不会吧。110110110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不是按性别而一代表什么？这个零代表那个。有可能啊，如果哪个16个人嘛，对吧、哦？那就是我们有6个女孩吗？哎，那零就代表女孩啊。我们按照那个排位站，再给提示，要试试看吗？啊，那试一下。那我们这样过来，来，我们按站两排，然后男生站在一的位置上，女生站在零的位置上。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出题的思路，所以我们就站一下看会不会出现提示。对了，现在站对了。是吧？好，应该不是这个东西，所以跟这个应该没有关系。这样，我们去边上看一看啊。一二，这是几来着？哪个是几？这二进制是几？这二转换成二进制吗？我算一下吧。游戏现在开始，你们只有根据屏幕上给出的数字提示，破解电话铃声背后的规律，游戏才会结束。请注意。屏幕上给出的数字每隔5分钟会更换。游戏结束时，所有留在场上的闯关者闯关成功。我接了啊，喂，上面也在响吗？
我觉得第一题跟第二题是有关联的，应该，因为第一题就是用二进制在算数字，这题应该也是，他会得到六个二进制的数字之后是六个对应的房间，我们应该接起这六个房间的电话。你们看一下房间号是几位的？来了来了，四楼零四七。应该是每一个都在响，零三七也在响。第一组出现的所有数刚好符合他们给我说的门牌号，那我就坚定这个是对的了。哦，要第一时间转换二进制。待会我报房间号，大家去找。应该是按顺序挂断跟接听每一层的电话，然后他检查的时候如果 选对的我们就过了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需要一个 leader 去指挥。他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一百四十一？他总共几个房间啊？八个，八个。每层有八个房间啊？本轮失败，淘汰模式开启，请在六十秒内进入安全屋，为及时进入安全屋的闯关者淘汰。安全屋是哪呀？下面。安全屋，哪个是安全屋？这个吗？大家快下来，这是安全屋，快下来。回一楼，进客。走。下楼。楼下安全屋，走。快！进来。要不就是把那个一跟零按顺序都打开。会不会是把电话拿起来算零，没有拿起来算一呢？总共六层，每层八个房间。四十八个房间。一是响吧，应该是响。我们先统一试一次，一是接。我待会上去看一眼，好吧？我是担心有人操作错了。我的妈！不是，操作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你说的不是把电话拿起来搁边上吗？我们试了三次了，已经，操作肯定不会出现问题。那我在这里报数。下一轮开启。来了，又来了。走吧。哎，我去八楼，我就我一个人，好吧？我能跑，我先上去。高层的要坐电梯的快。我去吧，我跟你去吧。所有人。罗罗报的数字是把听筒拿下来，没有报到的数字听筒放在上面，这是我们这一轮的规则。收到。新的一轮开始了，第二层，第八层。一二三四六七。
一二三四打开，打开嘛，一二三四六七嘛。对，动了。第七层。一三四五六。本轮失败，淘汰模式开启，请在60秒内进入安全屋。快下来！撤！大家快下来！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跑跑跑！别看了，跑！回来，回安全区。侄儿，你那袋儿可以找个地方放一下。好吧，快快走两步，你把那袋儿一会儿放在那个绿色那地方。好。扭到了是吗？扭到。你咋了？晚了。脚扭了一下，跳下来扭到了。跳。你跑下来的。啊。先把鞋带穿上。其实自己选七层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过被淘汰。我特别认真，我全力奔跑，生怕时间不够。要闯关失败，淘汰。宋飞，加油，兄弟们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损失了一个队友，并且这个队友也是今天第一个培养默契的这样一个朋友吧。真正淘汰那一刻还是挺难受的。下一轮开启，10天之后回到瘦子。我检查一下有没有归位啊。我们这一轮就复原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扣上吧，先复原。8楼，13468，13468。7楼，158。6楼，2347。闯关通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激动的。不会吧？说我跟荣耀解除好友关系啊？就他们是真淘汰了吗？
他给我发了个短信，他说加油兄弟，别被淘汰了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是真的淘汰吗？有没有复活？然后下一秒就解除了好友关系。这是真的淘汰吗？Hello， 今天脑子里很懵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。有一些心酸，但我觉得如果说哈。如果有能复活他的机会的话，我肯定会去争取一下。也先这样吧。各位闯关者，你们好。本关卡游戏为黑色大楼，游戏等级为脑力七。在你们面前的大楼有八层楼的房间灯亮起，一共36个房间，也就是36盏灯。接下来你们需要和关主进行轮流关灯，每次只能关一层的灯，最少一个，最多全部。一旦进入房间必须关灯，否则视为违规，直接淘汰。就我们进了房间就一定要关灯啊？获胜的条件是最后关掉14楼的亮灯房间，使大楼变成全黑。如果关主获胜，你们就是闯关失败，全员淘汰。我们还没有看到房间呢，我们先去看一下房间吧。哦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。哦，这样。房间是否关灯？可以看到。一二三四五六。这里就有八呀。那个地方有箱式有数量。那我们只需要看表箱就行。我们上去吧。我们看完所有楼层吧。走吧。七盏，七个对不对？对，又一个对讲机，拿上吧，拿上吧。九，这个六，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不就是36吗？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14层没有啊？你看，哎，对，没有14层哎。但14层我们可以数出来，是要靠走的吧？他就是不让我们坐电梯去呢。这是一个信息量。我们就在13楼或者哪里推一下。可以可以，所以我带扑克牌有用，一会儿摆一下吧。我们来这儿，可以找一个亮的地方。来，那我启动我的扑克牌。好，我们先玩一个4层楼的，这是顶层对吧？首先肯定跟基友信有关系嘛。说一下我的思路啊，就是现在我们把它看成4个基数，因为只要我能够触碰到这一层，代表我可以把它全部关掉。代表我可控制，那它就是奇数，然后呢，偶数我们列为不可控，然后最后我们要得到奇，所以呢，第一关我把它变成偶，就是它的下一局现在是偶。我没有听懂你的，给我们俩先打，因为我也有一个理论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他有一个理论，这样我们直接碰这个方案就好了，那我就先用这个。好，我来跟你打，那我第一步这样。OK， 如果你选择关这，其实我可以把这个关掉。那我们关这个，那我只能这样。罗罗赢了吗？谁先拿到这个2:1的三角，谁就赢。请闯关者在5分钟内完成本轮关灯。我们去关一个灯，关一个灯。等一下，不要着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这个题目一定先手是有必胜的玩法的，先手走错你会转换到必败的局面。我再试一下。不要急不要急，不着急的。啊，再想想。倒计时还剩1分钟，我就去关这个灯了。我们先不要。这个灯好像很重要。这个灯很关键。这个灯好关键，因为我需要先倒计时了，可能。我去关了哈。
闯关者关灯完毕。关了，他们关了一个了。他们可能还没有搞懂，这是一个尼姆博弈游戏。八层楼有36盏灯，咱们把每层的灯按照1、2、4、8分组，就会看到1盏灯的有4组，2盏灯的有4组，4盏灯也有4组，而8盏灯的只有1组。所以它出现了一个奇数，有奇数的情况下就是先手必胜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他们是有先手优势的。闯关者只要关掉了7楼的这8盏灯，就是能赢的。其实一开始消7楼，消那8个是对的。那不管你画什么，你其实都是错。你只要没有画掉那8个，你都叫做错。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一步错就会从必胜策略到必败策略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们的盘面是这样的。我们补救的方法，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步做错了，所以我现在必须要抓你的破绽。对，我们现在找的是破绽。对，既然现在已经是这样的，我们等他的。嗯，行。请关注进行关灯。关完了。关注关灯完毕，请闯关者进行关灯。我们能看到整个棋盘吗？我们能出去吗？我们可以出去看14层的灯亮与灭吗？我们去看看。我自己去吧，我去看一下。好，然后你告诉我。给我一个本子，我看一下。哇！在我们的初始地点5楼，我们能看到整个灯的排布。我们可以先回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来了来了。但是我们还要上去灭灯了，就是。对。我们刚刚关掉了13层的其中1盏，然后关主做的是他关掉了第7层，也就是最多的一层，他留了3盏灯给我们，所以他还没有失误，只能期待他失误，但这个策略是对的。对，我也是觉得。请闯关者进行关灯。我大概知道。我们试试能把那个第6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那个山的。第9楼对不对？我先往上走了。嗯嗯，可以吗？嗯。我在9楼了，我在9楼了。全山。9楼全山。好。哎，来了，他们消了一个。消了5个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还有没有？结束了吗？9楼此刻还剩1盏灯，对不对？对。消了5个。对，全山，全山，全山。闯关者关灯完毕，请关主进行关灯。关主关灯完毕。好，太棒了，1盏灯。嗯。那等于说他没有变。啊？是我看漏了。刚刚我画的时候，他们还没关掉啊。是我太提早以为他们做完了，好，我要把他们人力跑的时间算上。但他刚刚动了一步没有意义啊。对方好像等于出了一个无效牌，然后对方不知道是失误还是在让着我们。我看漏了，出现了失误。
优势现在到他们手里了，接下来他们只要关掉7到13楼的任何一盏灯，就能保持优势。我现在暂时处于劣势。机会给到了他们，加油。这一次他没有改变层数，所以他认为这个局面对他是有利的。我们尽量少的去影响他的状态，等他出错。我想尽量回到初始状态，因为初始状态我们必胜。我们的一个失误可能是一开始的那个选择。我们面一排好不好？最后一排。我去了，我去了。7楼是吧？对。看一眼是不是7楼啊？对，是7楼，是7楼。1、2、3、4、5。庞博，你说。我建议是留一个，纯个人观点。好的。那我们就留最后一个灯。估计他们还没琢磨出规律来，太难了，这规律太难了。没错的。这次不着急了，我等他们时间截止，我再来结算。不要太老实了，我。闯关者关灯完毕，请关主进行关灯。那现在的局势的话，我反而有另外一种想法嘛，就是那不妨将错就错了。所以现在是237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一点也不难了。我再看怎么样可以让他们去有趣的楼层玩。两个灯。关主关灯完毕，请闯关者进行关灯。我有一个小的思路，我们现在是能赢的，我们现在是初始状态，我们还是要找到第一步的必胜策略。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一行的删进去一个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要给他我们要给他留偶数。7楼是吧？对，这盏灯关掉就可以了。赶紧去。闯关者关灯完毕，请关主进行关灯。他关掉了一颗，他关掉了706，这是对的。这样最后一个肯定是我们。对啊。嗯哼，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，我觉得挺有趣的。关主关灯完毕，请闯关者进行关灯。那是对的。就是我让他一直保持偶数。对，我觉得下一个就关掉一个就好了，关一盏灯。我去。闯关者关灯完毕，请关主进行关灯。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。他们其实已经有真的有攻略了，有打法了。我来引诱他一下。关主关灯完毕，请闯关者进行关灯。他要灭了一个，咱们删掉一行。哪一行？最后一行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删掉这么多的。对，我们还是保守吧，按一个，然后我们等会儿确定了。但是这是我们唯一一次。不。关一个。先关一个吧。那等他激进。先关一个。不去了。快去关8层的所有灯。啊？我们不是关一盏吗？激进一点。你们收到确定一下，我现在是把8层所有灯都关掉吗？一共4盏。对对对，让他快。遇到一点情况，里面没有电箱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房间有3个开关，分别代表关灯无效和爆炸。解释一下，这个房间就是 X 房间。所以里面的这个开关从1个变成了3个。等一下，让他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操作。你们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个，分别有不一样的功能，不太清楚它哪一个开关代表了哪一个功能。它是几率问题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里面的功能有可能让你从之前的优势变成劣势，也有可能是个大爆炸。整层楼的灯都会关掉，还包括现在你们派出去看
开关的这位队友，也会因为这场爆炸而淘汰。如果爆炸的话，他一定会被淘汰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，改变命运的时候到了，就在这间房间里。请开始你们的选择。无效就代表的是本轮次结束，爆炸是我淘汰，然后并且这一层楼的所有灯都会关掉。这三个开关似乎是随机的，就是等于说没有选择，没有主动权嘛，对吧？等于现在我们没有选择了，对吗？对的。为什么突然之间来了这么一出啊？可能本来就有这样一个，只是我们才进到这个房间。那我就选三了。哇！哇！廖宇伟闯关失败，淘汰。啊！主要是不知道会有这个选项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非常自责，因为我觉得是我策略错误，导致我们队友淘汰了。哎，深表遗憾呢、啊。那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呀，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但没有，其实底下的时候已经没有，这一排已经全关掉了，也没有爆炸的。你们还好吗？要跟你们说一下，就剩下这几盏灯里面呢，其实还有两间 X 房间。那他们其实是有一些线索，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提前判断。好好的观察吧，命运在你们的手里，加油。我觉得咱们要先确定是哪个房间。如果我们的必胜策略里必须去灭那个房间，那就去灭那个房间，因为那个人有可能成功，也有可能失败，这是没有关系的，对吧？你能让他把自己炸了吗？会有这个可能性吗？请关注进行关灯。因为我觉得那个什么正打反打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已经，因为有 X 的存在，没法算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但也可以继续走保守的方法了，我们可以先只消一个，也是可以的，把基数还给他们。关注关灯完毕，请闯关者进行关灯。他灭了一个，四的那个。好，现在找必胜策略，一定要找到。我有一个方法，我有方法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去掉一个灯，然后我们始终保证场面上有七八九十，十层关掉一个就可以。十层关掉一个。我去吧。哇。
他关了，他关了。他关了哪一盏灯？他把一层全灭了。关主关灯完毕，请闯关者进行关灯。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们只能关掉这个。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，我们只能关掉这个十三层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选了这张牌之后，他一定会选一个这个。比我们去选炸弹房间，我们就只有，三分之一的概率这个人活下来。嗯。最先优先考量是不希望送队友走，所以他们现在的应该是以尽量不碰 X 为原则。我们现在确定就是倒数第二层吧，十三层。对，我们现在关掉它。我去吧。好，现在我来到十三层了，确认一下，我关了啊。哎，关了！哇，他真的关掉我们最不想关的那一盏哎！他关对了，他关了那一盏，关了我们最不想关的那一盏。他又把双数还给我们了，无所谓。我来关一个。天哪，就是逼我们淘汰一个人。他关了十层的，对吗？对。关主关灯完毕，请闯关者进行关灯。我现在到十二层了。炸弹房间的门帘的特征，一个是它直的那个衣上有一个颜色很暗的叉。就是有这样一个细微的不同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是有一个叉。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人进炸弹房去关，你先下来吧。那不我直接关得了。不，你要下来看一下。你要下来看一下，我们才能确定去关哪一个房间。你也不要直接关。最后是一个大家一起的选择，你也不要自己去关。好，现在的局面是很简单的吧，对吧？十二层，要么炸掉这一层，要么灭掉这一层。稳赢，可以稳赢，是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找一个人去炸弹房就可以了。对，是这样的。那接下来难就会难在，那我们中间派谁去？那我们就抽签吧，我觉得我们就抽签吧，谁都不要做决定了。我懂你意思。嗯，来吧。都一样，没关系。我们要不要一起去？啊，别闹了，这已经是这样了，没关系。或者我们三个一起？不是，首先去不是淘汰啊，然后其实我刚才的确想自己直接去的，但是我觉得你提的方案是对的，就是这一定要抽签决定。但既然已经选择了，我觉得就我去吧，这个没关系的。
在进去了哈。有，来来，他到 X 房间来了，好像是猴子。他如果去十二楼的 X， 那还蛮有意思的，看看会是什么结果，几率问题。没事哎。妹妹有变化吗？没有变化，告诉他没有变化。没有变化。无效。他按到了无效。那他按到的是无效了。他无效就回来了。我选择了无效。太好玩了。哇，所以这一题现在丢给我了是吧？哈喽，猴哥，猴哥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十二层，我在等他操作呢。我想看他是不是来关这 X 房间，但是没人来。因为刚才我在想，如果他关了十二层的那个安全房，我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继续尝试那个 X 房间，因为那样的话我们还是有胜算的几率的。但是如果我直接去十层去关掉那个 X 房间的话，如果我碰到无效的话，可能我们就会直接输了。所以不管是谁吧，反正十二层的中间的这个房间还是要去尝试。好好好，我们现在去找你。也行也行，我在十二层。闯关者关灯完毕，请关主进行关灯。很简单了，我现在应该是把十二楼全关。十二楼全关，接下来我的胜率是三分之二，他们的胜率是三分之一。所有的几率我都有了，该关主出马了。我们应该是玩到最好的结局了，已经。亲爱的闯关者，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连脸都看不清。我也是，连你们猴子你还不认得我啊？Oh my god！ 好久不见。哇！我刚刚看到你们在 X 房间的时候，你看到你了，看到你帅气的背影。黄渤你好，罗罗你好，老师好。是是是，辛苦你们三位了。好久不见呀，你放我一马吧。来，放我一马吧。辛苦了。你们这几个小时，因为我毕竟在上面还是一个比较全知视角啊，我都觉得非常烧脑了。你们在这边一直在亲自跑来跑去，应该很辛苦吧？能够玩到现在，其实你们非常非常厉害。如果撇开 X 房间的话，它其实是一个著名的游戏了，它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，就基本上先下的人就应该会赢。对对对，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先找到那个方法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加了 X， 它其实就是变数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到最后大家的输赢，它是一定就是有一个几率在的，没有谁一定赢，谁一定输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没有，只是我在笑，我在笑。我说怎么会比到这样一个地步？怎么会比到这一道题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？我当然很想赢，我肯定还是会
希望能够继续活十天下去，对吗？是是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位队友了，所以我就是不想失去更多人了。那这整个比赛原本就是它过程比较重要，结果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。那我相信大家，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从这个游戏中得到它应该要领悟的智慧了。那现在因为最后只剩下十二楼跟十楼，基本上它的可能性并不多了。那我们就在这边跟你们讲一下接下来的所有的可能性。在这边呢，我们现在剩下一个十楼有一个 X 房间，对吧？然后十二楼有两个，然后这个十四楼是最后关到十四楼的人是赢的，可是现在十四楼上不去。第一个可能性，我先去十楼，我先去 X 房间。那我要告诉你那个结果，不管我是三分之一把灯亮着，还是三分之二把灯给关了，我都输。十二楼我有两种选择，我去一个房间，或是我一直接把它全关。那我们先来分析，如果我去一个房间会是什么结果。我关掉一个房间，这现在选择权到你们那边去了，你们剩下十二楼一个房间和十楼有一个 X。 在这个情况下，假设你们先选择了十二楼这个房间，那现在十二楼就已经都没了，我要去这个 X。 那 X 呢，我剩的几率只剩下三分之一，除非我把灯亮。对对对，我的胜率剩三分之一，你们的胜率有三分之二。是的，因为这两盏对你是一样的，你不会被这个爆炸所影响。是的是的，我是不会被爆炸所影响。如果我把这两盏都关掉的话，这是第三种可能，对吧？接下来你们就要去这个 X 房间了，这个时候你们把灯留着，你们会赢，你们有三分之一的赢的机会，基本上就这样了。是的。那我就去十楼了，希望你们接下来的八天好好加油，继续走下去。 OK， 加油加油加油。这个游戏就是想告诉每一个人，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在你不得不面对的时候，才知道每一个选择多么的艰难。他们今天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些。请关注进行关灯。出去了，哇！他是门关了吗？现在酒店门都锁了，出不去了。现在都是封闭的状态，插翅难飞。音乐响了，音乐响了，走吧。我有个不祥的预感，玩这个感觉。哇，这是，这什么运动装备？请各位闯关者穿戴好攻击装备。攻击装备。如果我有需要的话，到时候拉我一把。行，如果我有需要的话 ，OK。相信你们已经收拾好行李，准备离开这里，前往新区域了吧？但是离开前还要闯一关。本关卡为逃脱者，体力游戏，难度等级为八。哇哦！关卡有三位关主守关。关主，哇，那里！红色是他。
谁，按下对方背上的攻击按钮，红蓝颜色就会发生转换。请注意，蓝色有更多的逃脱机会，逃脱失败将会淘汰。有办法没有？先想想。游戏现在开始。来了三个。醒哥 ，Let's go, come on！ 先不，我们先算想想啊，十一个，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什么时间能够出去。蓝色有更多的逃脱机会，如果变红了，是可以找个人把自己变回来的。对，我们约定好，我们三个如果变红了，立刻寻找对方把自己变回来。嗯 ，OK 吗？可以。所以是不是我们如果逃跑的话，必须要经过中庭？不是，进可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负一楼是有一个逃生口，你看到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，具体给我描述一下，先下去看也可以。这我负一楼。你看这，哎，就这个。一个门只能过两个人，他说此空间只有两个才会那个开。这样，我们其他人先退后，然后留一个人和我们俩去试一下。你们往后退出去，退到后面，再退到后面，再退到后面。三二一，不可能，这两个标志那么明显了，沈明星。不是，这个是辐射的，它原理是什么？我要先把原理想明白。我还是有个疑问，那个蓝灯它亮得很明显，另一个灯更像没亮。或许红也有用处，不然它就放两个蓝色灯，不会放一蓝一白。被抓到红色未必是一件坏事，甚至可能会是获胜的一个办法。哎，苏醒的声音，吃瓜。喂，那个降落真的很凄凉的。你难道这？哎，怎么还又来了一个？哎，有这个就行了。走，走，走。再见啊，醒哥，一会儿聊啊。辛苦了，醒哥。辛苦了，抱歉。把他们手套啊都给拿了就好了。二楼的出口也得找。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留一个蓝色，然后跟刚才抢的那个红色去尝试一下离开，但只是一个设想。那个概率，他这个设想未必成功的原因是那个门它只是一红一蓝，它未必能够一直用这样的方式离开。它有可能这个触发这个机制以后，这个门就没有其他功能了。我们要去寻找其他的门逃脱的路线。我们估计把规则就给搞错了，跑太快了。蓝的不一定是能全部逃脱的，它必须要有红色在那里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得有红色在那儿啊。肯定是，但刚刚因为我们一红一蓝在那摁，门也打不开。但有一个可能性是，那个红色它就没有亮灯，那个红色，它只是白色，那个机制都没有触发。对，现在这些门你是打不开的，所以那就是红色数量不够。不是，这个机制是怎么？现在就是这个机制。你们现在是蓝的。我们没有红色呀、啊，红。哎，不对，我拍一下，我就变成红色了呀。就是红变蓝，是会一起改变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，那也就是说，只能一直只有三个红色。哦，对啊，它不是能一直传染的概念，红碰蓝它就会变，它就会交换，它是交换。所以说，我们只能有三个红色。我们永远只有三个红色，我们红色不可能有五个。对，到达我们的平均人数不可能。是，
所以目前看上去只能有六个人离开。哦，地图来了，地图来了。逃脱门位置现已发送。我们得跟红队走一个吧？等一下。不是，刚刚我想了一个问题：红碰蓝，蓝碰红都会发生改变，那也就是说，永远只有三个红。对啊。对啊。而且每一关你没发现吗？需要蓝蓝红。所以目前看上去，我们不是能八个人离开，只能有六个人离开。哎，两位闯关者，只有两位闯关者哦。我们先出去看一下。陈庆可、李罗罗闯关通过。那边是两个蓝，你们快去那边。那边是两个蓝，你们快去。这有辆车。逃脱门还剩两个。二楼还有一个。二楼还有一个。蓝红。你们需要先退出去，这只有两个人。我现在是红还是蓝？红的。你们蓝，要不啊？不是，夫妻是蓝蓝。你们蓝蓝行的话，你们给我。我们现在先蓝是不是？你不，但是你需要先退出去。来，一、二。开了。石明星、娄家豪闯关通过，逃脱门还剩一个。不管了，走吧。负一走。负一已经出去了。那我们去哪儿啊？一楼。下。这时候不能签上了，签上淘汰了。这是吗？那在前面还有一个逃脱门，要顺着大堂外往这边走。等着吧。要一红跟一蓝，怎么说？哇！走过了，这不行了，这不行了，抉择。那就是姚晨可以走嘛，对吧？他肯定可以走。啊！别纠结。没事。你是跟谁一起来的？就我俩来的，但他先到的。就想一下，谁出去？你俩定型，我俩肯定不带出去了。我不出了。这简单，那就不练这个元素。来，一局一胜，三局两胜，一局一胜。来吧，石头剪刀布，走。啊。对啊，我们三个留下，是吧？来，开始吧。等待我们归来，肯定会回来。行啊，加油啊！对吧？加油！走 ，OK。姚琛、诺言闯关通过。欧
明浩、林更新、唐博、曹蔡。怎么玩成了这样？哎呀，我们何去何从？咱们要失联了，估计。哎，那你说搞到后面搞三位这个红色的嘉宾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要先我们怕红色，但是反正到最后我们需要红色。没读懂规则可能啊。喂。喂，你们现在啥情况呢？结束了，我们仨还在这边呢。我那个林哥身上不是红灯吗？剩那三个那两个不都是红灯才能出去吗？首先最后林哥是蓝灯，然后应该是在大家都在二楼室那个出口的时候有人换走了他的红灯，具体是谁我已经不记得了。就反正林哥最后是蓝灯，我俩都是蓝灯，然后我俩有能出一个蓝加上蓝或红，但是最后就是有人比我们先到了，然后我们到的最后一个出口是红蓝才能出的。我就觉得哎，不应该让你俩去那个二楼。二楼是对的，二楼有一个口我们是能出的，只是他们先到了啊。那哎呀行吧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啊闹心巴拉的是吧？本来大家都一块儿找嘛，这那的，然后这多跑了两下。不是，首先没有事儿，就是怎么着都会留下三个人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就是现在不是我们在这儿，也是别人在这儿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永远都有人。行了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你们现在是怎么样？坐车就走了吗？对，我们俩就坐车，你妈只能坐车走了，现在就是。那我们扣住了你们所有的行李是吗？哇，好难受啊！不要内耗，没事，很正常。我觉得我们还能复活你们啊！用金豆去复活？你为什么？我用所有什么？我会用所有金豆去复活。我听不到你俩说什么。用金豆复活你，复活你，复活你！复活不？走吧，没关系，走吧。好，复活 ，OK。可以打电话的，你们仨是非要哑语，非要。我本来就得留下来，我本来就应该留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其实咱们那个挑战并没有很成功，我本身就有点负罪感，啊，所以对于我来讲，我其实是合理的。但我觉得啊，既然你已经走了，你就保持好的心态，然后不要管我们，因为这是生存游戏，这不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游戏，啊，你要先保证自己。你们一定要回来。肯定，好的 ，OK， 下。好的。啊，一定要回来。啊，加油！拜拜。呀，拜拜。呀，哇，连个窗都没有，这车怎么做到的？这地方本来是窗户是吧？是啊，那副驾驶给封上了，给糊上了，真隐蔽啊！上吧，走吧，再见，三蹦子。这要深度睡眠了，这个深度睡眠，有益于睡眠。拜拜了。如果我跟姚琛。我俩先到那个位置，我其实也不会让他了，但是他先到了。闹了，你真的很难去讲。你说，哎，你让一下。让一下。这个借过。借过，真的有点过分了。有点残忍。昨天晚上我5点迎接陈金可他们进来。陈金可问我第一句话说：“哥，这儿有什么规则？”我说：“这儿没有电。”这是最大的规则，没有电，没有电，这里就是没有电。陈金可真的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，还是来了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我觉得雪晴也快了，
我觉得这个游戏是这样，就是永远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，他会在那边非常痛苦的一直胜利。但我在想，就是这不是来了两个人吗？啊，我以为那边不会直接淘汰的，这俩名爵比较弱呀。我们在讨论你，哎，你们是怎么被淘汰的？我觉得太和平了。嗨，哎，嗨，这是咋退房了？这退房了。没有一个需要给你介绍的，不是为什么？全三组的，都是老朋友。姐，我来了。哇，我们连续的人都快到全部到齐了，欢迎欢迎。哎，谢，欢迎欢迎。怎么样？这边好玩吗？哇，这边太好了，完全不想回去了。我的日记里第四天是我最开心的。发觉复活岛真的很舒适。要不骑自行车出去溜达一下？可以啊。那什么歌啊？那是情歌啊，梁静茹的。咱往沙子上骑吗？试试呗。哟吼！哇，真的可以骑！哇哇哇哇！哇，好爽啊！但是不好骑，这个好难骑。走吧。哇，你好猛啊！走。哎，哎，这是一个瞭望台，我们可以把车停在这儿，爬上去看看。我们准备爬上这个瞭望台，看看海。也没有很高啊。是没有很高。看看海，看海，到处的海，爬上来了。喂，广播，哦，直升机，哇，直升机来接我们回到现实啦。哇，这真的很像一个玩具。我居然有焦点，哎，它可以跟踪对焦，跟踪对焦。我发现我录视频的构图还行，咱们还是希望你后期好好看一点。啊，这样还好。我找到构图的乐趣了。真的很不错，这个。哦，真的还行哎。真的。这是你拍的好，还是手机的原因，还是我的原因？是你的原因了。哦，哇，学会了，原来你好厉害，来，我给你拍。来来来。真的很厉害。不愧是咱俩拍的，真厉害。哎，我们的手机还能用吗？哦，需要重新加一下。咱俩没扫一扫。咱俩没扫。很开心认识你，来来加一下。Nice to meet you。还跟你，请问你怎么称呼是？叫我黑暗大楼的失败者。复活岛第一场机会赛即将开启。机会赛，通过机会赛的三人可以前往主城参加置换赛，置换赛闯关成功就可以留在主城，闯关失败则需立刻返回复活岛，且所有复活岛积分清理，所有玩家需要参加。我们13个人，他意思就是三个人能通过。对啊。如果今天通过的话，今天就要在原路返回。不知道啊，明天。我是这么喜欢坐车吗？我原路返回，如果没通关再回来。回来，你一宿不用睡了，我。就等于赢的三个人去主城换三个人再回来，有可能换失败。兄弟，你要通过呀。你也得参加。我不参加，我积分高，我有可能后面有。啊，你不去吗？我有可能。那他都说必须都去报名参加呀。都是要参加，但是兄弟你要通过。就你等于说你要辅助我。对，你要通过。走吧，走吧，我觉得。这两天贼刺激，兄弟，我现在积分第一。积分第一。那你到底走不走啊？这很重要。我就想走呀，肯定想离开啊。那想走的一会儿还是得努力。主要我害怕我这两三天奋斗的分全部被清零，我很难受，心态不直接崩掉。我现在整个人非常不 peace。倍儿
哦，必须得赢。我觉得你这个心特别好。是得这样，得这样。那我问你们到现在有过像这样的置换赛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那你自己考虑清楚。真的很奇妙。你说荣耀整个的旅程是就是在这个岛上完成，挺好的。是，就很有意思，在这个岛上大放光彩。对呀、啊，一枝独秀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就在那边展示我们的人性的缺点，智力上的黑暗的。各位闯关者，这是复活岛的第一个游戏关卡，我的位置，脑力五。你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一个1到100之间的数字，这个数字是你们在这个剧院的座位号。在你们刚刚领取的邀请函里有3张随机的符号卡牌，你们可以两人一起前往演算室消耗相同的卡牌进行演算，推算自己的数字。数学题啊，所以相同的卡牌要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加号得出的结果是两人的数字之和，减号得出的结果是两人中大数减小数的结果的十位数，乘号得出的结果是两人数字之积的个位数，除号得出的结果是两人中大数除以小数的结果，只取整数位，不含四舍五入。推算出自己数字的人即可前往大厅进行验证，率先验证通过的3人可以前往主城参加置换赛。为什么要邀请一个人呢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验算的钥匙，你现在要想验证你自己的线索，你就要跟你的合作伙伴一起同出一个加号进去，就能获得2个人的数字之和。哦，找一下吧，有没有一样的卡牌？你是什么？咱俩一样。一样。庞博也一样。我们仨一样。我们是一样的。我觉得加号比较重要。我觉得我想吸取一个昨天的教训，是我们算了很久才会去动，但是我们现在可以。我觉得不影响啊。可以进去啊，我觉得你不算能行吗？我俩可以先去试一下，因为无所谓啊，这试必须得先试。这试又没有代价，无所谓。有，你没卡了。请出示演算符号。那我们先试。好，我们先试成吧。减法，咱俩相差11乘20以下。除一下。还可以，你再看看。你在我的2倍，而且因为是大除小嘛，大除小就是2倍以上。那就是2倍以下。对，2倍以下，1倍以上，主要是1倍以上。1点几。一个人是5，一个人是1379。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没错没错。那所以那你那边应该是，我们说是 x 和6和 y 和3，7，9吧。对对对。我们两个数字太接近了，这时候如果你们有加法，我们很快了，我们很快了应该。是。你换个方式算了，我想把它直接理成5x。就是现在有了加法，就会火速的得到结果。嗯。是吧，我们大概只需要2分钟就能得到结果，基本上是。但是不知道谁大谁小，我们现在的策略是要等到有加法之后然后再去找第三个人。我们怎么样找到这个第三个人？直接找那个谁吧，荣耀。我先去跟雨薇聊一聊。我们现在遇到一些瓶颈，现在其实如果在他补卡，我姐你姐不是刚认的。我现在是他姐。哎，姐你好，现在我们急需加号，但他补卡还没来的时候，现在我觉得既然有时间，我们可以3个人组队。我们是4个人吗？都可以，其实比如说就是你跟我进去测一下，然后你再跟他进去再测一遍。他只有1张卡了。对，我们俩都只剩除，因为我们用过了减和除。OK。
式开启，请闯关者依次进入抽取卡牌。你抽了什么？我是惩罚。我们继续想一想，你先收起来，我们想一想，这是很好的，但我只有惩罚。我们要等加法才能算出自己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要选的第三个人，我们要选的第三个人，我有一个目标是爱德华，他有两张加号，但他加入我们的联盟，我马上就能算出来。就是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可能第一选的不会是他。是，那是谁？罗耀或者余伟或者辛格，因为毕竟跟咱们交集比较多嘛，多少有一些。是的。你们怎么样？能推出来自己大概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要等加法才能算出自己是什么。我们可以就是交换一下符号，然后你们组跟我们组派一个人出来，可以得到更多信息，你知道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残酷的就是只需要三个人，并不需要四个人。就是。但是我们只靠两个人这样一直抽卡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我们怎么破这个局？哎，我能把符号给你们吗？你是不想去吗？他想，我觉得他肯定想。当然想呀，我愿意全力帮助你们三个呀。你们三个都是零分，我有积分的，我还是最高积分，我还是有别的机会，也有很可能复活的机会。那行了，我们去那边跑。那我们先把消息互通一下啊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用了乘除减，我们只能基本确定一个个位数的范围以及十位数的差值。你们组和我们组应该都差的是加号。我现在在想啊，我们既然是这样子的结盟，应该是先各自两个人算出来，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消耗了很多了，然后再通过我们两组之间尽量少的运算，让我们迅速确定那两个数到底属于谁嘛。没关系，算不出来我直接去试错好吧。没有没有，因为一个人算出来，另一个人很快就算出来了。好消息，我们乘出来是零。你如果把加法给我们，我们现在能得到我们两个的数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四则运算一定可以得到。我们现在加是最缺的。对，那你们等会儿帮我们算一下吧。肯定啊。OK， 去吧，加油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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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。我们两个就是运气还是不太好。请出示演算符号。谢谢余威。等一下，骑士六只能是一加五。我们现在有一，很有帮助吗？这里有一。我们能帮他们，我们先出去。余威，我们先算一下我们是什么。你们算吧，我们在这边。我看现在七十六，然后我们分出来就一件是五和一，那就是什么五和什么一，然后他们两个的十位相加是一，相加是七，七十六。45、31。对，这个我们要保护好了，我们现在数字必须保护好了。我们俩现在已经分出来了。我们是定的。就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哪个是大哪个是小。对，我们大小是需要你们来帮我们跟我们一起判断。是的，我觉得没有人去蒙着眼。我们俩先加一次 plus OK 来记一下，我们的区间很大。我跟他的确定了，我是大90、68，结束。我是90，他是68，也是31。对的，没错。快去，现在去，现在去。我们三个顺序猜个拳吧，就是谁赢了谁先进去嘛。我们来吧，公平点。石头剪刀布。好的，我最后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OK， 进。要不你回去吧。啊？我发过誓让他回去的。兄弟，我一定得回去，放心吧。对，哥们儿，妖气王子。你妖气王子，我努力。你加油啊！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一定可以的。侯明浩，31号。验证通过。
验证成功，游戏结束。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差点没找着通道在哪儿。加油！这地方咱来过，那顶层我爬上去过，它是有两个门，左右两边。啊啊。嗯。然后中间有一个电梯，所以就是说我们有可能跟另外一个队。在左右两侧开始做题。直接上去啊。上楼吧。只有一楼和十一楼。哪有七楼？十一楼。那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十道题。十道题。十道题。你们还真脑子不够算，我第一想法是十一道题。因为一层没有嘛。对对对。你猜怎么着？我没有想法，刚刚。又上火了，你看，又上火，他太气了。别紧张，吓唬你呢。其实我心里可有主意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哇，哇！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从这儿一起下去。来吧。我们看不到对手在哪儿吗？不能先见个面吗？是那仨人吗？来仨人了、哎、来了来了来了，我看有没有神秘心。这个他这个楼吗？我以为是个矮楼。哎呦，我本来猜的是三层塔，然后一v一嘛，一个人逃一个门，没关系的，谁做出来都是一样的，弟弟们啊。是三个男生吗？对，你看最右边的像不像神明星？我真的看不清楚。走吧，一会儿就看见了。咱们给他们个惊喜吧，吓他一跳，先把气势给吓没是吧？对，先把这个思路给他吓掉。保安入口，十一楼，希望我们能过今天这个吧。可以的，嗯，加油。我们这个电梯能看得到上来吗？能能，不行，你把电梯摁上来，让他们在底下等会儿。给他们摆个造型，这样就是跪下来求他们的造型，求求了，让我们在这边待会儿吧。到了到了，哇哈喽哈喽，臭小孩，你在这儿？听着你玩得很开心啊！怎么是你啊？很不希望是我是吧？不想碰到你。为什么会是你呢？哎呦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大哥大大哥，哎，你这是最强阵容啊，绝对大脑。两位天才都在我这儿，我则是一位幸运的观众，被抽到了这一组。两位，真绝呀、啊！真绝。这次我还给自己专门准备了很多方案，期待值很高，然后我会很激动。看到他们那一刻，我的紧张是多过于激动了，因为对面有两个最强大脑，而且是他们的绝对领域。有没有别的办法？现在没有。现在游戏设计者已经堵住了所有的共赢的方式，一言难尽。这两天发生了很多事，玩的全是让人一些心累的游戏。我们那边很好，我们那边还挺舒服的。但是我挺艰难的，我一直在坐车，一直在路上，一直在搬行李。各位闯关者，本关卡游戏为神秘螺旋，脑力九。哇哦！你们被分为两个阵营，主城闯关者和复活岛闯关者。瞭望塔有两个螺旋楼梯可以通往地面，两个阵营各一个楼梯，楼梯被分为四段。每段有一扇门，每个门上有一把密码锁，密码锁旁边的墙上有一道符号谜题和两个等式提示，你们双方需要根据提示找到符号代表的规律，推算出答案，答案就是门锁的密码。一个谜题，两个公式。对，两边楼梯的谜题完全相同，率先解出四个谜题的阵营闯关通过。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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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加油加油！
哎，灭灯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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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紧张，走他走他。游戏开始。你慢点啊，罗董，你慢点啊。这么长吗？对，因为它每两层楼才是一层潜密。这别磕着，小心啊，小心小心。两三四，二三四，三三六，四八。这个是直接加，这个加起来是39。石明星就胜负欲很强，他是飞奔下去为了先个10秒看到的题目，虽然是个合作，但是会有一些竞争的意思在。他个位数还是几位数？四位数。一二三四，二三四。这个加起来是39，对，加不对，四八十二，十二十一，二七二七，减一下，九减六等于四，八减四等于四，一个十四，十四，六减二十六，十六，三三一二三四，可以算吧？底下有那个粉笔，可以可以，底下粉笔来。但是这个是48，要吗？粉笔，四加八十二，四加一百，这得多少？十二乘十二，四十四。来来来来来，十二乘一百，加加加，这个加六，这个加六，这个加六，八九，然后这个是十，然后最后一乘1000，八，这是什么？1000，肯定对。哥，你是怎么算的？前面全是加，然后后边的都加六，他俩加12，十二，然后这个加六，102，不是就112，102，因为他俩加是。六，他加多少？他加四，嗯，然后这个加四，100。我再看一眼啊，我感觉对呀。三加三乘十二，这个60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我好像也知道了。多少？多少？乘三，33乘上三之后。99。然后拧不动，你拧一下。就我想的是，如果乘上去99嘛，99如果减去60的话，它还剩39，它需要凑39，那39就是33。我觉得脑力方面算是我擅长的部分，但是找规律类似的题目，其实我之前没有做过，它不太属于我的领域。三。减三，你知道我找了个啥规律吗？这两个相加等于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减这个等于这个地方，这个也是，这个加零，那这个呢？这个那这个呢？这两个数相加是前面这两个数。哪两个？这就九加六嘛。这就是15。啊，不对，对不起，错了。妈妈呀！第一道题就卡住我的思维方式，还是没有什么想法，我就直接奔锁去，看看能不能尝试这个盲开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哎哎，这个。我看看对不对，等一下啊，全灭了，完事了。主城闯关者闯关通过，复活岛闯关者置换失败。这个太吓人了，这我还以为放烟花呀。糟糕，我的又一项心愿实现了，在海边看烟花。不行，这根本脑瓜子就没找到思路。33加6，比如说三乘上三了，就他加他这个数，然后乘上这个数。等他们一下吧，
小侯，小侯，叫咱？你在哪一层？你把那个这个题给他抄过去，让那哥仨做一下子回去。我是一个能接受失败的人，但是我不太接受我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没有突破自己，然后也没有给我的队友提供价值。不，怎么也开一个门啊？咱说的，怎么弄？你们在第几关了？哎呦，卡第一个了。我们先来帮你们了。解一遍，我们走下去吧。我觉得要不等我回去算一遍再说吧。我们把下面四个题给你记录下来。啊，可以。小侯，你可以抄下题。对，这是答案。哎呀，第一关给我三个字的，我能给试出来。小心，小心。小侯，你记这个，我带回去算了。算算呗，一路呢，2个小时。2个小时，过来老远了，师傅。还要回复我的？那肯定啊，那输了得回去。要去做复活岛。嗯，我们复活岛每天拉练。那你们还有下次冲进来的机会吗？我不了，我在复活岛，我再也不想参加任何比赛了。我每个比赛都意思意思得了，生怕自己赢。你少给我来一套。有两个我的队友，你也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。他们好不容易赢取的这个比赛的机会，能回主战区的，但是这一关我来了，这个东西的难度都比游戏题目难。你们三个来的是有斗志吗？斗志，嗯，他很焦虑，因为知道我和小侯是吧？对，小侯他很想留在这儿，真的，可是我真的帮不上他任何忙。9+6我都算成了14，我希望他选择队友，不要再选择我了，我真的是个拖油瓶。这怎么给呢？要怎么拼？你得看谁解的题多或之类的喽。OK。但是我也做了两题啊。那就是谁开的锁嘛？对，那就没办法。或者就是，那就没办法。哎呀，不能让我们在这边多待一会儿吗？真的是坐了很久的车，来都来这儿了，我能不能偷偷去见一眼雪晴再走啊？来，我们仨。我回去拿给他们看。哦，你可以帮我给雪晴录个视频发给他们。好的，来。雪晴，嗨，我今天晚上过来这边了，本来以为可以见到你，真的很想你，我也很想你，希望可以快点见到你。我给姚晨发一个。好。他在吗？活着吗？他活着呢。姚晨活着呢。姚晨何止活着呢？昨天总排名榜第一，姚晨。哎，好了，姚晨，听说你还活着呢。其实也没什么想说的，那个祝你成功吧，苟着活也是赢，加油。告别吧。你跟雪晴说你今天见到我了，你帮我抱他一下吧，我抱你。拜拜。下个地图见了。嗯。我可能知道了，第一个是2234是吗？啊！怎么着？我当时太懵了，我没有办法细心的去思考这件事，根本就没做过。我想太复杂了，就他的思考方式是就是非常规。要那么换思路，77，叉，妈，这我第二个我也会的呢。我现在有点遗憾了，我真的，第二个超简单，是，770，气死我了，我真有点生气了。第三道题你算啊，我已经知道了，61218，是吧？我觉得咱俩这速度吧，输是肯定输，不是吧？就是能解得出来，就前几道那，唉。真无语，我对自己无语。
输也正常，但别输那么难看的，主要是。咱这有是有点难看的，太难看了，我受不了。我觉得我像个笑话，哥，没整明白，真的，没整明白。对自己最失望的一点嘛，就是我觉得我错失了三个非常可贵的名额，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，因为在复活岛能够复活的机会本来就不是很多。你吃东西了吗？没呀、啊。你不叫他们出来给你复盘吗？啊？你不跟他们复盘啊？都差不多了。嗯。很挫败。嗯。要是还有机会赛，你还去吗？去置换吗？肯定还想去吧。嗯。虽说坐车有点久。但还是想去的，嗯，但也好的是就是至少咱们这第一轮算是一个试错嘛，可以告诉他们之后这个挑战赛的那个科目就是置换赛的科目。嗯，白天咱俩还开心的像个傻子，白天了是吧？哎，我只是比较后悔我昨天晚上机会赛我就不应该那么早去交卷，我不应该早交卷，因为这样，这不是我出去，我跟你说。不，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这完全不是你的问题。我觉得机会就是要留给需要他的人，我觉得自己就大家都需要，就没有不需要的人。机会放在眼前，就是大家都会想去争取，这很正常。嗯，不用纠结这个。但是我今天过去那边，我也还是很开心。啊，是，就看到一次希望，是吧？哦，没有，我真的只是觉得好玩，然后又见到那个明星和大哥，嗯，换了一个环境，我又开心了一会儿。